新加坡的哈拉码头，不只是餐厅和酒吧的集中地，澳洲人气室内高尔夫球场 Holy Molly 上年亦在这里插旗，将两层高的店屋布置成27个不同主题的换味球洞，大白鲨、 ET 外星人、聪明笨白，其实全部都是球洞来的，是不是整个游戏中心呢？一定要玩这个 Do Not Pass Go， 用大富翁监狱做主题，玩家要先入狱，再绕个障碍物，将高尔夫球打出笼外的球洞，难度都挺高的。还有熟食中心版倒转屋的球洞，打球前梗是要影相先啦。上层就有高球版的滚珠迷宫和钢珠台等怀旧游戏，玩到我店内的 Candy Shark Bar 除了有 Cocktail、Motel 之外，还可以叫汉堡、Pizza、薯条等小食添。